我是公安列车长，来拜新年。六月十二号，然后尾方龙潭隧道口前哦。尾方的龙潭隧道口前，然后11:22小巴士是有列车，等下要通过。来来来，我的十二次的客位屏东六对三百零五点零满的在位不用马甲哦。从花东线看往台东，哎呀，从花东线南回线看往新左营，还讲错，彩位不用嘛。耶、yeah, ，我的十二次。叫花东线南回线，看我新转营了。靠位屏东六对三百零五点零版的彩绘标码字讲号，天2019年天2020，在瑞芳龙潭隧道口前已经通过了，谢谢哥哥。那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对我们大机关片，还蛮感动，对吧、啊？今天十二又跑彩绘，哎，那这样又该不会又变成了固定的什么，对吧、啊？的班次了，对吧、啊？最近不是之前都固定嘛，啊，这次又跑东部这样，十二。还蛮感动，有听，正好听对方。我下面跟马掌门多多对我们的一个广片，牛郎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上次我是个人觉得蛮可惜的，没有拍到十二，对吧？这次是特地选在龙潭隧道，然后还在等十一，等十一应该回来。那个，再见，拜拜。